长大了哈，在变声，所以你的声音的突然多了好明显的烟嗓音，对对，不是怎么了？感冒，吓我一跳，我因为我也在抽烟。慢慢流泪前，走了暗墙嘞，没有缝了啊，缝了又讲，还好神锤当中的走旗袍，真紧嘞，你可以吗？你也可以有，我可以啊，对吗？没问题，爆破装。闹夜穷下来，第一大礼拜喽！你知道我很那第二个礼拜过哦，当干苦，走马给你当干苦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咯！你走马紧张，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？哎呀，别！我想讲我代班两个礼拜，两副硬啊，这双个礼拜啊，去到哦，头脑有点晕，真的。然后来发现，就是、没后来发现就是血压有点高。哦哎呦，注意喽！周德茂，健康轻松都。吉娜姐，我表现得好吗？吉娜姐，很棒啊！没有你的话，罗哥你不用哦，没有。哎，耶！不要这样。周伟哥笑想这个位置。哎，没有啦。我要共事了。罗哥回来的话，罗哥回来你还是可以站这里、啊，我们三个。我三个一起。好，一百起。因为裸胎狗跟就是身体为样了。好，希望大家这祝福给早日康复。海鲜挑战赛必赛规则：大沙县树烟囱艺术歌曲。三十人等一双酒果馆，黑毛就签死脱胎，根本也平时欣赏有，叶家修先生，齐思利先生，罗格利先生，王义清先生。好啊好啊，开始比赛好吗？好了，谈一下评分的标准。蒋老师，实在讲啊，你啊开战吼，他就出体重要出基本功出的做好嘛，基本功出真简单，出饮准啊、接扑啊，吼还没感情。一天去做，最重要，嘿，歌词做唔得忘掉，安做好咧，吼，睇下假就做好咧啦，系啊，莫惊莫惊，莫紧张，好唔好？假就不要紧张做好咧，吼，假就假就，加油，可以加油，来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来再讲一次，看你们记得吗？好，上个礼拜讲的，学习跟紧张并存。啊，你真的很容易简化，学习跟紧张怎么样？一样重要，一样重要。哎，这么讲就干嘛？差不多了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哈。考一次比赛，嘿，好。TVB 黑雷痴，星座猪白，唔才子带雷，俺个故乡抢甜头。来考一下老朋友哦。万水
彩姿姐姐你好，周慧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又见面了呢，又见面了。看到人笑容吼，从以前穷养当温暖，当有当好亲和力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彩姿有很多的回忆又回来了。周慧老师讲哎嘿。那又带来吉祥物，糟了，这些东西都会回到你身上，是真的是吉祥物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笑容就是最好的那个表现。哎，夹结球哎，双白鼻衰多了哈，两眼有毛，毛啊，毛眼球啦，毛眼球。眼狼嘞，眼狼有眼狼啦，冇其他人系眼狼。嗰啲眼狼有经常去进来比赛冇？有啊，球眼。準備嗰個盲聰皮啦，盲聰皮啊！去年其實講準備動作嗰個，嗰啲我記得魔王挑戰賽時就是打下來嘛。我們那時候你還記不記得老師？我們那時候很舍不得他哎，超舍不得他，覺得他很有自家的特色。哦，古時候講你下排進來，係啊，用雙排魔聰哥嘅歌曲。再個帶進來本太家睇，希望要幾飛衝的。哎呦，要睇一個表演咧，要見狀喎。你当见状，你托啊厉害一个翠芳老师，翠芳老师各位磨好冲，对对对 ，OK。吉他第一次看到彩姿姐姐哈，嗯，应该海选的时候是海选有吗？对对对，试唱会的时候，哦，有，她唱得很不错吧？就有自己的味道，嘿啊，嗯，不然怎么会来呢？哎呦，我们精挑细选，你的眼光也好，墨水好，来看评审欣赏又蛮高哈，来啊，嘉秀老师，哎，彩姿哦。是他讲哦，冇简单嘞。你是讲海海陆大公司，你讲海富吼，啊彩姿提火的时候，彩姿讲闯过个哈，他的嘴巴是不是固定的？他会一直在收缩当中哦，所以音准大致上都不错。不过就一点，最好不要抖，好不好？就尽量就是很放松的那个，慢慢的推大。如果你去掉这一点的话，我相信你这次可以把很多你准备好的歌都唱完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哈！什么欣赏？唐古的人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哈。你要拜准备几多歌哎？啊，继续唱来。差不多有准备到冠军赛，差不多六七十。六七哦，这个有野心，有野心是好事。差不多算一算，六强吧。差不多又六强，六强一定要六强，要再继续往前推。希望做得有好成绩，好嘛？来看有过关吗？好嘛，来看。五彩子给分数。你还在听紧张，你还自家紧张吗？哎呀，当紧张。那我讲，你也在舞台里按到边的，你要表现得喊啊好，好吗？继续加油。好，是吗？恭喜咯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彩姿姐姐，来，就等你们。好，继续比赛，杀了。欢迎比赛来自桃园中啦。嗯。张永贤带来的是宝呀。有，可以好。在无形的灵能图，你将用本来对眼共用魔法图。天空观草木，海浪夜空大吹鼓，周围叠成构思内叠跳步，光阴冲浪海正中不开眼路，一趟阿公走地碰电爆炸，四宝呀阿妹。哎呦，同学好，同学你好。你好，哎呦，哎，家下咧看吼，哎，问下罗国旅行商机，你讲哎，十三季的时节，你几样时间来写哈？唔记得咧，唔记得，咁样叫？来，我来算一下好不好？
脑热，哎，算脑热，脑热，脑热命相馆，对，是国小六年级，小六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吧。坦白，冰果，没啦。其实我后面有大师在给我提点，国立老师，我没有碰到过吗？那时候没有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年纪也很小啦。你还没出道吧？你知道镜头在拍你吗？你刚才我翻白眼，开玩笑的啦。你还叫你还叫演谁？高一。高一。哇，计量是你得的是第几秒？第十十三个月时间？第四秒。第四秒哦，按旧的时间，时间列装嘛，该的必必衰退之后读书。嗯，学二胡。学二胡。你知道学二胡的女生？矮险的。哎，这哦矮险的哦，金币矮险的哦。假老公，假老公，哦假，哎呀，假老公，哎呀，感谢我本来想要转头，我没有仔细看，哦什么怎么剪短头发？哦假老公。二胡哦，哇，学了多久？嗯，快要四年了。哇，四年的时间，你希望嘿，越多嘿，不然嘿高管的发有机会弹到你拉二胡，二胡，我刚刚说二胡啊。二胡哎，你会拉二胡唱山歌啊？你会吗？不会，不会哦。就矮眼的单枪，矮眼的矮眼哦。神龙哥的唱好了哈，不过经过按久的时间，唔定唱歌有进步冇，也讲有嘛改变冇，弹平声型上跟我讲，好冇？来听一下。视频欣赏来。其实我记得音箱呀，个嗓音很甜美。嗯，可能长大了哈，在变声，所以你的声音呢，突然多了好明显的烟嗓音。你觉得好有磁性？对对，你是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我因为我有在抽烟，没有抽烟不好，抽烟不好，抽烟不好，抽烟。我讲诶，讲其实要是说龅牙来讲，对 Annie Hagar 歌曲啊，它是一个比较西式的一个音乐性质，所以加个 shuffle 的感觉会较重。啊，不过 and shuffle 的加个节奏律动比较重在二四拍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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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抓住那个律动，说天公关重门，我老爷公打在鼓，照理来讲是安尼哈，所以说你要把那个重点抓到，你才会下得准。我到底哪一个地方是重的，哪一个地方是轻的？那你在这里去寻求它的一种轻松度，这样 OK 好。哦，行行行，你知道原唱者是谁吗？其实必行长是呀，然后其实那做的糖豆碾冲炸了，不搞唔冲过，我觉得是懂 handle 的事情哈。啊，好起来哦，我相信前途无量。而且刚刚你有讲他的那个声音，我也很喜欢，声音质地很，辨识度很好。结果原来是感冒，对，我们都猜错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女孩也会变声。对对，我还跟他讲说，女孩也会变声。跟感冒好的声音，你原本声音是怎样？是比较细吗？还是我不知道哎，后来有。声音有变，就感冒过后就变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哦。那我们先来看分数，好不好？希望他今天可以过关。好，我们都一直忘记看分数，看分数，总有前个分数。哎呀，过关！哎呀，过关了，有开心吗？而且你如果走过去的话，你的衣服跟那个灯的颜色应该也是没有违和感哦。今天是真主，有关系吗？给继续加油！练习下都是那个曲，好迎接后面的挑战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先回座休息，谢坤下，谢谢。我第一次看不到你们，真的。小女生偶尔看不到我会想我吗？会，超想的。好，看 High V 唱谁唱？沙乐和雷痴妙丽公馆唱戏们带来的童年梦。哎呦，唐一豪。又三好
景吼，两位主持，帅哥美女好，你好，哎呦，我家看质量啊，啷滴讲，佮唔咩下讲言呢，佮哎佮好容易呢，哎好容易，好容易，还袂讲客家话，哎会讲了。好，会讲了，因为老公的关系，还有公婆的关系，公婆的关系，一结婚就是要讲闽讲客家话。哦，最近啊，因为龙公婆带乡下嘛，吼，一定要讲客家话呀，那这个才是亲。你等下变真真正经、真真正正的客家心口诶。对对对，现在是。因经常咪上爱来来必须唱歌诶。客家话都一开始冇嘛会讲诶，而都唱歌诶。嗯，我觉得学唱歌比学讲客家话比较快。哎呦，真的，系就像跟你学英文咪强样，唐英文歌。他现在都老系爱英文亲口咧，其实没有。真诶，真的呢，像你唱的那个法文歌也好好听哦。真的，我什么时候唱过法文歌？哦，大概唱来客家歌诶，来入会啊。哦，你误会了啦。哎呦，我一直以为你唱的英文是法文呢，原来是这样。有啊，你是用来点点吗？嗯，哎，不会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样很有风气，很好，很有风气，很风气啊，很有很好，对，很好。啊，本人有没有比电视机好看？帅，哎呦，超帅，怎么这么会讲话？哎呦，还过关了，走，对对对，直接过关了啦，喜欢嘞。好啦，你看一下那个福禄的客家心口，唱用蛮，唐老师用蛮高，郭丽先生。哦，前面是在以后哈。虽然没有之前磨那个我对班这个经验，但是你从我行业当顾问啊，你那个优质条件我还有看到嘞。所以讲，有的地方建议，像要是国外蓝图唔会搞哈，有一些的换气的地方，你自己要去找点。其他地方，故一个少年盘琴魔家，少年盘琴魔家，就把它唱完。你不要少年盘。吸一口气再唱，作为团队嘞。还有一个地方在，丝丝自从梦中露，压住你的缺点。春夏秋冬的思索，丝丝自从梦中露。你回去把这个换气点找好来，嗨一半了，穿蒙爱的汤，你就做到就会进步嘞。嗯。好，对你的幼稚条件，我们还是认同的哦，嗯、好吗？加油啊！谢谢。哎，沈先生，接下来看本书，可以过关吗？哈，来，欢迎哈，真前面嘅本书。来，谢谢。希望他还次来唱海南火台嘅歌曲，好吗？嗯，好，恭喜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可爱哦。嗯，谢谢。我怎么看到每一个都很像我亲戚啊？这很像我舅妈，还是真的是 Q 妹？我不知道，你像我 Q 妹啊？很像我 Q 妹。我们客家人可能那个亲切的感觉了，真的，就是让你觉得很像亲人啊。真的哈，好，撒好了，啊，也要呛骂啥嘞？撒好了，还来吃没有你公馆，请用咸带来客家世界。哎，唐浩。甜面记啊，甜面记，郑姐姐跟你有关系吗？该不会是姐妹吗？大姐，不是大姐，她是你大姐，对，其实是我妹妹。哦，你有美啊，你不吃啊？色彩的客家宴，爱上。
谢你哦，谢谢你哦，哎，来来来，又来个正妹了，我好开心呐！工作人员都好开心，真的工作人员都好开心，一唱歌，每个人，但是我看到那个声音大哥，最欢喜，嘿，俺们顶用扮演，你说奇怪，这当奇怪嘞。甜面剂，甜面剂，哎，他刚刚这样嘞，还跟着唱，他就跟着。嗯，还跟着唱哦。哦，所以他跟你那个郑姐姐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露出招牌笑容的。招牌笑容是不是？露出招牌。来，一二三。哎，该不会是姐妹吗？大姐，她是大姐。她是你大姐。对，其实是我妹妹啊。哦，哎呀，你不错，那你保养的不错哦。场面人，场面人，场面王是不是又来一位？你黑哈港你吗？你黑哈港你？对哈，妈妈真的黑哈港你哦。还真的是姐姐，是妈妈啦。嘎不爱爸，给嘎。不爱吧，佮讲爱，爱就客家人，就客家人，哎，客家话讲了暗号，你本身一开始就该讲，不客家就都有讲了，嘿，吃西不客家就讲，台湾有讲，然后佮阿公阿婆乡下带啊，都讲客家话，古时候讲。谈讲哦，你喊啲客家天使来工作系冇？嗯，也喊喊嘿。哇塞，不得了。很超哎。没有啦，我们是幸福期耶。做嚟工作做埋个节目。嗯，我也喊到儿童抢收人权，系做儿童节目。儿童节目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跟你SOS 节目。哎，我们这个客台的儿少节目很厉害的。对啊，像那个谁。疫情还得过金钟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希望看到，哎，他其实镜头上看起来是很可爱的，很清秀，对啊，还东江还露牙龈，哎呀，不会啦，你这样子讲到我妈妈了，有妈妈这么紧张哈，好，以后，嘿呀，看到比如说，而且他刚刚在拍照的时候就装一副不认识，我想说，对啊，我想说干嘛这样子？但是我刚刚就发现妈妈很认真在那边。对啊，跟着唱歌，陶醉在你的歌声里。你就是妈妈的骄傲。嗯，看看老师怎么说，好吧，来，来，请来你个王艺兴欣赏。好，这首客家诗歌《雄鹰太嘎》对廖淑国曲非常会熟悉。但是你唱这首歌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哦，艺术国曲它是有分主歌跟副歌，如果是老师来分的话，就是前面叙述，然后在 B 段的阿公阿贤呢。到要进入到西段的客家的智慧要渐强，到西段的因是献推的客家语，是给给客家语，这个是重点。那有的切分音你都没有去加强，所以从头到尾我听到都是平平的。如果是把有个层次的分别的话，这首歌的层次感分明，那你这首歌就可以拿捏得很好。从前面。秋像太阳后的天空，风落发丝过挂在空中。叙述的，到那个 B 段，阿公啊，爱贤呢，阿婆秋来唱山歌，还有后面叽叽冲出，客家的自飞渐强，你这个都没有做到。到 C 段的，因是现代的客家人，是给。给客家语，它的渐强的那个部分哦，尤其在西段，它是更强。可是你从头到尾都是平淡。其实你唱得很好，我不是说你唱得不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唱这首歌，你要把它做一个分别，就是一首歌你要去哪里要注意强弱，就像是在讲故事一样。哎，刚开始在叙述的时候，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精彩，让他听的时候，哇，不一下有一点爆发力。你可以把这首歌唱出爆发力出来。虽然你是这么的清秀，但是这首歌你唱起来还是有个你自己的味道。还有一点哦，中国万语同中也，比方说你最后一句，客家世界悠悠的悠，像我会在悠悠，我会短换气，这个是比较快的换气，悠悠的悠，但是你这边没有换好，感觉你好像接不上，感觉有点喘的感觉。以上给你的建议，加油！哦，成龙先生，接着来看分数了。好，来，看一下，请有请给分数。哎呦，你也很紧张哦，跟妈妈一样。哎，就果然是母女啊，真的妈妈这样子，她也就。我有误导你，是不是？对不起哦，下次说一下。没有，遗传呐，遗传啊，遗传就是。恭喜你高管的哈，哎，希望下下来有母女一起晋级。真的哈，一起手牵手晋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希望问讲，唱歌的啊，老做天使节目，他喜欢哪一种？我较喜欢唱歌诶，出道了，出道了，
所以那个制作单位接下来他不要去上班的。好，拜拜。开玩笑的。我们的人没有去。导演啊，导演啊，导演做我们的。康永来唱歌，康永做客家电视台节目，康他做导后，好吧？而且儿少节目也可以请我们去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。我可以当姐姐。对，冬瓜姐姐，冬瓜姐姐，对不起。我是恐龙姐姐。啊，其你都不知道我是竹节虫哥哥哎。竹节虫哥哥，你不觉得还蛮冷门的？恐龙姐姐不好，你要跟恐龙哥哥林冠群配，按拥抱。恐龙哥是林冠群，这样中你的竹节虫。那我要当什么动物比较好？河马姐姐。哎，好适合哦！是吗？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。我没有想要接这一句，你还自己接。好了，谢谢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，母女同时晋级，加油！好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！各自行祝幸福。范思允带来的《命运》。哎，可以啊。亮哦！对啊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谢谢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开封样吧，哎，给大家唱歌，哎，陈小云有无？哎，你知道 key 版？陈小云呢？哎，阿姨啦，阿家要唱传统歌，两首的，阿娘当做的牛啊，冇简单呢，传统族的机关军队的比赛啊，哦，你又来唱流行族的翻版，老过界了，挑战，繁衍繁衍啊，对，挑战，挑战人生要不停的挑战，除脱来挑战之外啦，哈，因为传统要创到流行，自家要做乜个调整么？唱歌的方面，有地位啦，有地位，那无调整做唔得啦。我等间挨起讲唱唔唱，唱到传统戏个暗样都得啦。哦，都会快枪枪的嘛。唔会啊，你就当做。不会啊，台湾歌用传统主唱也很帅啊。系哦。那台湾爱唱个时节，哦，我阿心肝喊起，这都个啵啵啵啵啵啵的，勇敢杀啦。看唔出来，系咪？看唔出来，系啊。看唔出啊。你个拍子看唔出。哎，哪样讲？比赛都了下机吼，可以为应该都看到了下机。一开始，第一集因唱出去都表演结束，它是很完整的一个表演，真的很厉害耶。还有流行族，还有什么朋友好一下吼？啲传统族来到流行族比赛，看一下评审欣赏有蛮讲，好吧？来，请你个加秀欣赏。好，而且冇简单哦，吼，我阿弹起来哦，哎，真厉害哦，哎，做流行歌。个平时阿妈叫木，唔是弹过工，用传统个方式来冲了流行歌嘿。啊，阿妈希望讲吼，哎，你继续这样表演下去啊，哎，把那个传统的元素带进这个流行歌，变完全有一个不同的风貌嘛吼。所以阿希望用加油加油，好冇？哦，尽量加油加油，哦，过来吼，跟你们个讲。俺下还没做对了哈，那个尽量把它戏曲化，就不要干过，听懂？哎，俺下还没做对，俺下还没做对，好好做对，弄起做对，好，好，赶紧赶紧，嘿，等等你哈，等你哈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觉得应该来要相亲节目，那我们来相亲，现来现来哦，选我选我选我，哎，还跟着我们玩呢，好了，宽粉叔哈，宽粉叔哈，好了，来了，哦，宽粉叔吗？当然爱啦，好爱呐，咁我粉丝嘅粉丝，哎，恭喜过关，谢谢，好，恭喜恭喜。
沙海来去来吃，依然就海。王陛下带来客家整齐。哎呦，等一下。真姐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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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哦，陛下妹妹你好。我家堂五爹唱歌有几只诗，我的团应该唔系客家嘅，系冇？我团队，我有猜对吗？哎，客语不是我的母语。哦，唔系客家嘅哦。嗯。哎，不过唐玉了一张哦。嗯，那听起来还蛮正，就是蛮标准的。你是说人正还是？你都有，害我现在转不过来。好，那我们用华语访问你好了，这样比较那个。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学客语歌？嗯，其实我是因为小朋友参加乡土歌谣的客语组比赛，那因为小学的那种我不会客语，所以我去参加客语班，参客家山歌班去学客家山歌，然后再回去教我的小朋友。啊，好有心的妈妈，好有心啊！就是教到有心得了，所以就来这边参加。所以我两年前有来参加过打擂台的传统组比赛，传统组哎哦，很厉害耶，传统组。那因为我有进入六强，是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客语的发音某张，所以我这次再回来参加流行组，因为传统组只有28个字啊，那流行组比较多字可以学，比较多可以学，是的，所以我再回来学习。哎，你这种精神，不掌声鼓一下怎么行？太棒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给小朋友现在会唱客语歌，就带他来讲金挑战赛。他小学的时候有来打擂台过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是有个时间来拿奖金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时候时间来比那时候还有。更久以前。那时候很早以前。哦，我觉得很多没客家嘅没客家嘅朋友，做得 V N 客家嘅歌曲也好，客家嘅精神也好发挥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真的真的。但你有发现客家歌真的很美。很棒，客家人更棒。哎呦，真的是。然后希望你等一下会有好成绩，但成绩揭晓前，先听听老师怎么说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你给启示兵行长。哎呦，碧霞妹妹，好，碧霞妹妹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又听到一位不是客家人，然后来到我们的客家电视台《南越大擂台》来参加比赛。那这么多年下来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客家电视台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跟成长。那我也觉得今天你带来非常高水准的一个表演，从咬字，从你的声线，从你的态度。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不要讲企图心，反而是讲应该是一种完美，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表现方式。好啊，就是说可能在如果歌曲的现状来看的话，如果希望我提供一些小小建议的话，我会希望你在尾音的部分能够音准再稳定一点。好，音准再稳定一点，可能要注意这一些小小的小瑕疵，可能稍微修正一下，应该就会更美好。我期待你这一次这一季里面能够拿好成绩。好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接下来可以听到更多你的客语歌曲的表现。安子塞，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今天是听起来好像一定会过关了哈，乐观的感觉。对，乐观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老师觉得刚你的表现是完美哦。Perfect。然后来看看分数完不完美，来看分数。可以哈，放比下嘅分数。哇，
绝对没有问题，过关了，恭喜恭喜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是老师的角度，因为有很多那个不是客籍的人士来比赛，我觉得除了你们把它唱的好，技巧啊什么，咬字换气啦什么的，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要了解那个客语歌的意思。嗯，你了解那个意思之后，才能好好的说故事。对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，我提供给你做个参考，好吗？恭喜过关了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请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吉娜，我觉得你阿伯你好一些，真紧。很感动，不知道選了一些，你真的出国了呢？出国了，你真的出国。接下来这个选手就，还不是我们国内的呢？对啊，你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我们这当怎么那么有钱哈？很有钱哎，有钱哦，真的真的，乐知勉天哎。哎，你阿名应该是宽哥，你是宽哥，叫罗碧帅哥。哦，正经哦，正经哦，朱敬亮，题目要从哪个嘞？天公落水。来。天公啊，落水啊，阿妹啊，带顶你妈来到杭水边。杭水啊，清又清，采个水中的秀兰秋天。天公啊，落水啊，阿妹啊。带顶你妈来到杭水边，杭水呀清又清，采个水中的秋来秋去。杭水呀清又清，采个水中哎秋来秋去。哎呦，朱景亮同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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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很开心你回来了，因为当时他这个就是离开这个比赛时候被淘汰了，然后他就一直有，其实有跟我说，每次碰到他也带很多他的好朋友来比赛，然后他上一季的也有，他就说他一定会回来比赛，我也很看好他，果然诺言了，真的哎，果然这一阵子我觉得你客语有进步，即使是天公落水这件事也很重要，越简单的歌越难哎，是，因为你要了解他的意思，是，而且我觉得天公落水是客家民谣，客家民谣就代表客家精神，是，真的，说的很有道理，对，你也知道，我就会在，觉得让你讲评好了，对，让你讲评好，因为我已经看，因为他讲这个时候我已经穿透，看智慧老师了，我穿透了 ，Hello， 老师，我们要比个啾咪这样，哎，好了，我跟你说哈，是这个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，是有很多缅甸的朋友，希望他们看这个节目，用缅甸话跟大家问好。好，那跟现场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缅甸的好朋友们，阿龙明格喇叭，阿龙明格喇叭，阿龙明格喇叭，就阿龙明格喇叭，就是大家好。我怎么觉得要骂人呢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阿龙。阿龙明格喇叭哦，阿龙明格喇叭哦，很棒，全部都可以去缅甸了，真的，就这句话就可以去换，我觉得这边阿龙明格喇叭，因为缅甸很重视礼节哦，就是所以我们有礼走遍天下，就真的无礼这样寸步难行，干嘛礼节？我记得我上一次教也是教阿龙明格喇叭，是，然后还有第二句，第二句好，很好，谢谢 ，OK， 接书顶吧的啊。接书顶吧的，好像什么菜名、啊？好像什么顶的吧？对对对，什么顶吧的？接书好像是一个三叔什么的，陈在肉的底下。接书顶吧，接书顶吧的。你也是蛮饿的哈，就是去到缅甸，只要会这两句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
谢谢。去到 各家各户，各家各户去，都会请我吃饭这样。那我教你客家话好不好？我们客家话是通用。好，酒席炒台虫。酒席炒台虫，对对，你就去到餐厅就酒席炒台虫，对，好不好？怎么说？酒席炒台虫，对，酒席炒台虫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说你要叫人家吃饭的话，就说哎，来奥利度哦，奥利度哦。乱教乱教，老师开玩笑，我乱教，我乱教的，不要不要被骂的吧？不要，好了，听老师讲评了，罗哥你欣赏，尽量你。客家歌的咬字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，我不是用进步，而是用精准了哈。那就表示，在之前我对你的印象，朱景亮的印象跟今天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看到朱景亮的进步了，我看到朱景亮唱客家歌的进步了哈。那今天的基础是明天进步的动力，好吗？我一直在强调啊，评审喜欢一直期待看到你。又今天又进步了，下个礼拜又进步了，下个礼拜又再进步了，慢慢的把你的进步透露给评审看，你就会留在这舞台上。后面的参赛者也是一样哦，哈，记住我这番话，我是苦口婆心了哈。哦，是蒙情商，接下来看分数了。看一下主给两个分数。来自了来风浪啊，情啊。走了啊，很强嘞。冯又讲，然后神锤当中的走旗袍，真劲呢！你可以吗？你也可以有，我可以啊，对吗？没问题，爆破装，两件旗袍。两件两面。皮马萨来看下比赛，女朋友对不对？女朋友，你女朋友在哪里？三十年前女朋友，来，马上举手，很怕别人举手，他很怕别人不小心举手，会家庭革命的。看一下主给两个分数。哎呀！谢谢老师，贵力新商哦，对啊，霸气的打下去，恭喜朱景亮过关，期待你下次演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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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可爱哈，很可爱，你真的很辛苦哎，缅甸，缅甸有什么好吃的？缅甸哦，缅甸。刚刚那个什么鱼汤啊，鱼汤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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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缅甸的鱼汤面很好吃。现在说这个是，就是说我们差不多要要放饭了，是不是？好嘞，分享 Happy， Happy 很来吃，行住的关系，老少两代来爱情的债。哎呦，乜个债啊？爱情债。躺一下。落山浅浅淡，男子回头高山盼，寒山几千难一梦，三更又见给又叹，讲那个地久天长，真是相通，讲擘开海枯石烂，一念一爱眼，一遍遍渗透入丝脉，痴心人只有打开爱情。该在我有裸太公你好，龙哥好，龙哥帅哥你好，龙哥好，龙哥哎哎你有见过面哦？三十年前的吧，三十年哦，安久的哦，这两是来比赛嘿哦，来对人名的印象当成嘛，罗小龙龙先生，龙哥，我那叫龙哥，没错的。给第二排人转来转来诶比赛呢？第二排是讲有下喊掉啦，他有喊就错嘞。单位讲。梦啊，二轮嘛，讲好啊，哎呀，时间搭配得上。答应你哦，答应之后单位要一直二轮。嘿哟，承诺很重要，你们很感恩的精神哦。那四三点咩四你好嘛？
做得啦，同做得。是什么青楼太高？哎，嘿，老年那个诶忠实观众做得打折吗？做得啦，做得哈。那怎么证明？乱开，你就对哈。哎，就是有在粉丝页按赞的都可以打折。对对对对，第一，第二就是呛闷，裸笑容先生加冲的高嘿，很麻该高，马上开出题，按做得吗？好，做得好，唔问佢，佢佢答得出来的话，你就给他打折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给他减五块啊，五块拿来这边给小康老师升 key 好。现在升 key 也要加五块。好了，谈一下来评审欣赏，要蛮高哈。请你给王艺恒欣赏。来，好，你两首歌叫你给高音还有低音的部分哈，我又发觉你高音好像唱的比较辛苦，对不对？那低音的部分你又低不下去，像Helberson 的一句你偏偏顺，你偏偏顺头又是白 ，so la so do re mi，so la so do re mi， 这个那个音符啊，你偏偏你要给你该冲的时间哈，该低音下不去。然后高音，所有的高音部分啦，我发现你的那个就是脖子那个筋很明显，所以说你唱歌高音的地方你要再加油，要不然你日后选其他的歌你都会唱得很辛苦。因为廖祖国歌不会很难，其实廖祖国你顺顺冲就会很好听，但是廖祖国歌哦，像 T 一样你冲的时间，磨冬笋，用白个磨笋嘞，日头落山，浅浅但用压咩冬笋，但是加落去你个音符下去，有的音你没有很准嘞。比方说浅浅白，哎哈喽，哎转一面时间，你是就没有唱得很准，音会走脱。日头落山，浅浅白。哦，故说你要是国歌给磨清难，但是我送你。对他好像没办法去掌握他，意思说你还有你爱必衰其他的歌曲，但是过廖叔歌曲已经不是那么难。如果你选其他的歌曲，你可能会造成你演唱上面的一个挫折感，因为你廖叔歌曲你没有处理好。以这首歌它不是很难来讲，但是你唱在演唱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就是感觉好像高音低音你都没有办法去掌控它。其实你有进步啦，我以前有看有评过你。你现在只是因为紧张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唱得更好的。哦，我不是说你今天唱得很差很差，而是说我希望你可以更进步，在高音的处理上面，还有低音。为什么我低音唱不下去，高音我唱得会绑架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就要想我的声音是不是发音错了，慢慢去修正，你会更好。嗯，好，沈梦欣赏，欣赏讲的懂吼，就单位欣赏都强样啦，唔免讲金碧表现无好，因为这个做你的舞台一定会紧张哈。古所讲希望达拜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一本意就方向，做的我唱歌的时间做的做哪样摆你，嘿，还有进步的空间安尼哈。继续来看分数咯，看有过关无哈？来，看一下罗小亮的分数。哦，有紧张了哦，对吧？对吧？那刚刚看到董有然后董彦正那种六样的，你不用有来吗？就跟我太太。哎呦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哎 ，Hello， 唐工，你了没？哎，系咪太太叫下来好客家歌？哎，就。啊，又叫下来准备要来比赛吗？做得搞比哦。哎，你表情，当然希望，当然希望进来啊。系啊系啊。比较有兴趣啦，哦，有兴趣啊，做得啦，做得啦，做得啦。他两开始哦，每摆比赛都带吐起来，哦，好吗？好好好，恭喜你过关了，恭喜，好，谢谢龙哥。哦。来到天一只礼拜咧，很紧张咧，吼，一下就一只礼拜过咧，真惊很惊，要超咯，咁要，你看得出来爱讲场面话，场面话我知道你场面王啦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姓王叫场面，上个礼拜的表现做得冇？做得啊，清好啊，清好。真好。对啊。沈梦怡兰与丁爱旁边。唔系丁爱，系场面王吧？嗯，也是。也是。哈哈。每到天一礼拜好一些咯。哎。好，比赛之前，介绍一下辛苦的评审先生哦。对。评审先生，罗莹莹先生，李新全先生，潘秋峰先生。比赛开始以前，请这个站林站，你先生来讲一下，先生请评分的规则。嘿，
恭喜大家哈，今年的通过了选秀会，来到了台舞台，本大家有表现的机会。但是要记得咯，啊，你的青春要基本呢，就是莫忘词，哈，节拍各方面呢要注意。来到了位，老头摆都可以开始开心噶哈，场面无重要，尤其是繁杂多转来呀哈，要记得咯哈。學下剪啦，學下剪啦，學下剪啦哈，頭排嘅翻錯嘅，我改過來哈，記得啦，學下剪啦，記得老師講嘅哈，毛毛詞，接泡咩物，跌踢，還有乜嘢音準，有那個韻腳，韻腳，還有最重要嘅唔好，哦哦，爸爸，唔好啊，爸爸，好啦，開始比賽，加油。TV 系来自新北市的校港妹带来三个字，来弹一下。你好，安江。你好，阿婆以前啊，穿旗袍不简单。安江嘞，冯哎呀，啊冯哎又江。然后神采当中的走旗袍，真劲嘞，你可以吗？你也可以有，我可以啊，对吗？没问题，爆破装，两件旗袍。哎，这秋姐姐踢一百双了在舞台，系吗？踢一百，你也是要踢一啥了？唱歌的有紧当紧张吗？还好嘞。哎呀，看不出来。系啊，跳下有跳跳看歌词诶。系冇。唔会紧张。平常时有点咧。这个我讲出来。哎呀，你看你哦，平常时有。就不敢看到了。平常时有点咧表演，也系讲唱本太个谈冇。有。感觉有哦。有。冇有点咧边？蛮耐去，蛮耐去哦。捉到有印象爱弹就去冲本台，对，难怪呐，大家的台风稳健，真的稳健，而且哦，气势做得很足啊。感谢，真的真猛真猛，真硬，而且讲话不急不徐，好，然后有味道，谢谢，今天的来韵味，谢，我觉得很好。大将之风，除了唱歌还做某个事情吗？创国还做志工，志工哦，哎，我觉得志工很伟大哎。去跟某个银山跟某个日托哎哈，跟志工干哎，还有时候去跟某个银山安阳院去表演，真劲。然后去了以后哈，感觉哈哦，真的我们那神体健康，导致说的正经太健康，正经对，然后把握当下，对，因为人家俩傻逼。渐渐进入这个老年化的这个社会，所以大家都要互相关心一下。佛心来的，真的哈。你吃到意义，吃到金币几个葱有没？看品先生。哎呦，他自己 Q 了，自己 Q 我来，我想跟他聊，跟那就老师来讲品哦。
来，有讲咩哈？讲咩字？你看声音各方面咯，气势一出场，就本人的感觉就讲动摇这种的，现场经验的这种。但是哈，你最主要的因为你太场面呢，你啊上来那边在提拔嘛，所以你就感觉上啊，没讲亲自演员压力来的。对。有压力，有压力落去啊，所以人声音嘛，冇讲当平稳，啊，我要睇个飘，飘落去啊，佢真个音感觉就系，还在很多个其中当，行个半中间的路上，啊，唔系讲吼，塌脏脏，当稳差嘅，来声音，所以人个音嘛，可能怕系冷气很强吼。你那个声音有点那个辣，对不对？有冇有感觉哇？我贴了两遍那个暖暖包，暖暖包，贴不要暖暖包，太冷了，两片可能不辣，太冷了。好，今日呢去第一次诶，那个那种海鲜过后来上台聊聊哈。最重要一点就讲，下一摆以后有机会继续上台来聊。来演唱家哈，要注意，就是你的音哈、咬字哈，你个韵脚的音韵上思想，你那拗鼻张了。你前面哈，从头开始哈，就一张哦，哈，风琴妹子，风琴的风嘛，风了，音嘛，插加上歌，最重要的就要浪调，要有往上的扬。那流来的方面，你记得的哈。以后呢哈，有机会哈，也希望哈多进步哈。什么？谢谢。哦，什么先生？体育的比赛有好，没有唔好，所以未紧张。不过先生谈了当清楚，系啊，哈，唔错。你当好学习，哈，个唱歌吼，主要嘢，起落稳稳的，天天的唱。好，老师讲的学起来，好嘛？我来看你过关嘛。好，来看一下小金妹的分数。哇，强人过关嘞！什么感谢？好运照，好运照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希望下一摆来唱很好听的歌，本台的听，好嘛？哎，恭喜咯！好，恭喜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！你们觉得哈？穿上这个很传统的服饰，人都气质都不一样。真的，真的哦，你有感觉对不对？有啊，他一百周得来穿看。对，请我们那个造型师帮我们准备传统的服装。哦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们家以前神桌上有一块很像。可以哦，够大吗？够大。可以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怕又会那个继续艳星路线，传统艳星路线。传统艳星很不错，反差感很大。好了，继续比赛。阿姨来吃行主师。李新平带来的旁白，来听一下。
新品的哈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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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们好像上个月才两个月才看到嘛哈。嘿呀，好以前的时间嘛哈。很久了。哎呦，时间过得冬脚哦。真脚哈，又见面了。沙田讲了个话，他又讲人又来了。哎呦，真见，哎呦，哦。阿雄讲又来真脚。底哦，讲人又来了，哎呀。突然感慨了一下，真见。一年高一年。人人也要上过啊，我冲得了。真见，是古时候。继续冲上过。嘿呐。上高不会落，落咧。嗯，阿莫喺度上下看，又下真不会冇落。哦，哇！你要冲下多的，哎。系啊。板凳帮我端过来好不好？感觉准备要聊一下。瓜子啦，茶哈，准备一下。泡壶茶。董总准哦，董总准。可以准不卡，隔壁邻舍哦，隔壁来哦，过家来聊哦。阿姨讲啦，我讲隔壁邻舍，嘿，如果讲上我唱是很耐很耐。很耐很耐。唱下莫好事吧。阿姨用咩来唱歌诶？也是讲退休也无买退休啦，哦，啊是讲一方面，一方面是古物卡，一方面是学生歌，系学生歌，兼讲一项哦，唔系皮马萨，叫他暖男来对不对？皮马萨来叫他比赛，哦，女朋友对不对？女朋友，你女朋友在哪里？三十年前女朋友，来，马上举手，很怕别人举手，他很怕别人不想举手，会家庭革命的。我老婆也赞成我了，这个也是真的。我老婆当初也是我老婆介绍啊，我老婆她妹妹叫她去唱的。哦，够演了。比赛啊，他又很来听他比赛就出来，做盘了。是，人都讲啦，哭唔上乜嘅啦，半桶水嘅啦。哎呦，冇人讲啊，哎，我系冇，冇人唔会冲咧。系啊，冇人讲，哎呀，唔上气，我睇住大家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你冇人讲啊？奸笑哦。哎，这个很好的示范。哎，那节目好，就是大，就是什么老少咸宜。好，然后人家是夫唱妇随，其实夫唱妇随都可以，粉羊来报名啊，粉羊听他来唱歌啦。睇下嚟唱。係啊，不過要問先，堂堂平生先生要問講，好，好啦，嚟嚟嚟。好，金威，你唱俩首。客氣。金威唱俩首平板哈，其實基本上來講哦，我感覺嘅咬字香港嘅響，你係響強哈，都當好。不過講到咬字哦，我感覺你可能唱嘅時節嘅係在，我係不睇到嘅，因為啱哈。你嘅腔腔香港咬字係講冇問題，跟住係你嘅韻味而用伴奏，嚇，跟你係最強勢嚇，嘅韻味冇做出來，你就自家地聽，冇唱出來不挨你睇家聽到嚇。香港你數每日嘅些事啊嚇，而數強力來，譬如講嚇，你提出佢一曲三歌。好，你一片你运动数体咧，咁讲喺溜一滴滴每日，吼，安样就会下，因为后背喊就是爱唱，吼，就会下下背不应谈到，哎，每日改片数摸强力，喊就是唱出来是一种摸自然，吼，还个最每咧一曲情嘅时间啊，应该认准爱注意哦，吼，摸认准摸走体。一曲两三啦。喺個機器窗內嘅低音，嚇，落去唱到下標下標準的，嚇低音嚇，莫不見立上，咁樣其他就係細問題啦，就係講你做得落去唱到嚇，我感覺可能緊張，所以你可能腔腔係做得潤味少一絲絲嘅，可能就係你嘅舞台經驗就個累積，我相信會更來更好，是唔是？歡迎新品嘅粉叔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呦，好，两三有三年高光的，等下看人本人表现了，明白？帮他加油，好啦，什么？恭喜哦，恭喜恭喜，来来来，好客气呀，小心小心，来。欢迎 B 站来执行主持孟秀云带来的《洛神歌》，可以好。愿你做家。皮马上来比赛。我姐姐嘞，我姐姐，我姐姐嘛啥？我姐姐二姐黄秀梅。哦，你是家族旅行了两天，你说来吃顿，来吃顿，一定家族旅行。是太了边难开。
你相不相信夫妻脸？夫妻脸，我相信。我来猜她老公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算一下，算一下。陈建居。哎，超猛，答对了，哇！看韩油条，你要喊这位歌迷来啊！哎，来相公，一口一次很慢，哎呦，跳完跳，一百多下，很紧张啊！你看不出来，哎，神都一举高，四平八稳的。因为人家唱，人家嗓吼都俩位置啦，还有不安定。哎，人家嗓真硬，动音音色，音色来动好呢，动厉害。人家用吉那滴带下弹个，哇，俩嗓吼弹起当中。标那个冲盘，冲盘还标出来发，清这落旧时代的那个音色，冲，你懂厉害呢，听太下没，没啦，我用实力看来打，可以打，妈跟我说太狠的嘛，听太没，听出位啦，不会啦，哎呀，你的特色，嘿，你还对你还还有啥人来讲，你还。按你颜色系最好睇嘅颜色，最流行嘅颜色。有样，我有样冇变。系有样啊，唔系佢后生嘅颜色。冇，唔是唔系后生颜，邓小凤，邓老师。后生颜，马上点头。冰色很特别，很特别哈。那诶，皮马上来比赛。我皮，我姐姐咧。你姐姐，你姐姐马上。我姐姐二姐黄秀梅。哦。你是家族旅行了两片就穿来吃豆你，来吃豆你，我变家族旅行，家族来吃豆你，老公没来，对呀，姐妹没来，我再看一下表姐啊，表哥有没有来？没有，我还有表哥在外面。真的家族旅行，真的嘞。哦，你龙，哎，妈妹妹。姐姐，完了，我要被杀。二姐，然后发扬我做姐姐。哦，嘿，阿妹，嘿，姐姐。你们两，你两啥骂啥？先开始冲山歌，练冲山歌。嗯，挨下先，挨下先出来冲山歌。哦，挨地挨地挨烫的湿。冲有五六年的。六年的时间哦，这五六年很难的。五六年呢？五六年呢？平常时用板练习。系啊。七卡布卡冲啊，狗友班。国有班啊，国有班没有哈。哦，这表示佮咩当厉害哦。系啊。佮加汉坤，
李新平先生唱的牛排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啊，自创。啊，自创唱的牛排，唱个清河。清河了哈。你没讲讲，等下转去抹茶也好错。好来来，唐坤啊，老师用蛮讲好冇来。请你的威生炯先生。哎，今日唱了条罗汕歌，我有本意给点个建议。其中有前头只诗哦，傲视莫动斩啊，你唱起那些话，咔咔样样。尤其个三个合唱，合唱又合唱，也合合，个也是哦。所以我希望就加了练哈。三个合唱。还有些你戏呢，莫讲当朝，天一地三地，个每日嘛，个接朴素是五拉吼，看到五拉张，当脚是手音手底些，那一个会阔阔样个眉头哈。嗯，其实那个信佛，哦，我哋讲信佛，莫唱那些唱信佛上戏，养生上戏上嘛，后面上那头要加强个练习。你也唱歌时阵，我希望以后能够有很好的成绩。谢谢老师，是孟先生哦，有没有？听老师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胜过练一百遍。对，但是还是要练。嘿啦，还要练习啦。好了，看本书，好嘛，来。欢迎哈，王秀云的分数。加油加油！哎，很快呢，我讲，大家等吼，一下就超嘅，你咯。表示老师一致通过，好冇？沈梦怡，恭喜高管，恭喜邱允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考验凭证，一时喊到你嘅三个字，哦，唐浩。面说，哎，你相不相信夫妻脸？夫妻脸，我相信。我来猜她老公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算一下，算一下。陈建军。哎，臭毛，答对了！哇，我猜对了，哥，我可以吗？哎，你弄个大耳朵，洗个仔面哦。宽面胸，挠捏宽面胸。哎，你那个还不错。挠捏预备预备起，挠捏宽面胸。真给你老公哦。对啊，你平常时候用班怎么叫你老公啊？我都叫建基。建基，真的。不是陈建居，还有，你没有想到比黑熊哥硬了超病来了，给他鼓励他。没有，因为之前那个建居推妈妈去散步哈，他就放那个国台语歌给他听，好，然后妈妈说他要听客家歌，对对对对。不是太冷是不是？对，太冷了，我穿两件。以后我们传统服
候先开暖气，大家都很冷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弟弟看到他姐夫在那个电视上唱歌，弟弟就很开心，说：“姐姐你也可以去。”我说：“姐姐根本不会唱歌啊，怎么可能？”他说：“以后有机会呀。”啊，但是弟弟在前年就过世。我想说完成他的遗愿。他今天一定有鼓励你。我觉得在现场，你看弟弟一听有丑的现场，唐子冲三沟。我刚学不久。唔会唱到很棒很棒，我知道学个叫也无叫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家爹唱，嘿有点神，有点在讲通途，还有我知道你爹唱不呀露台糖，好我相信你一定有糖度，嘿有机会啊。老弟弟讲发一发，你想要讲嘛？该发弟弟啊！弟弟姐姐已经上台了，哇，上台了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。然后希望弟弟呢也保佑你们一切都很平安健康，然后你继续顺顺利利。听说从认真在练歌，因为我觉得还不够认真。你怕学习与紧张共处。好，拉唔拉？也要讲好唔好来听老师用文讲，好来。来唱一下，听首歌欣赏。好，虽然天拜来，还当紧张。啊 ，NDA 个摄影棚也就较寒的喂。我说你还可以上演嘛吼，鬼家属热体嘞。韩国唔今天表现出来吼，可能是因为天拜啦吼，还唱歌就还紧张。你个鬼家上人全部用后人头的哒唱出来。我说你用后人头唱啊吼，唔要错了都是晕出来去。你个梅姨嘛吼，大家是就会。吸住我毛脚，给我跑走，给我呢，哎，出路等走的哈，多一金，哦，个金个个吸住不脚的呀哈，还个狗齿强韵求变形，你代表哈韵咪冇嘛拉，哈，剑居动会冲。佢做得轉去人講嗬，到底哪搭嘅嗬？佢嘅轉冤冤冤轉得唔好嗬，時態變遷，水變化，一搭咪強弱嗬，佢氣就衝啊，你氣就冇啦，強弱我攞嚟散索嚟叫都叫唔到，嗬，佢氣冇少嗬。佢說轉去就幾飛啊嗬，多冤通，冤通哦，做得不能嘅氣啊嗬，唔係少，你衝過去衝起來嗬，唔會吃到動拉力。好，给个上人做下黑盘，黑盘创样也吸出个酒哈，同样做最美机啊哈，同样也上人就是飘了，你的声音就飘走了。唔讲我系你要本机会哈，加油！哇，这么轻松哦，有黑到啊哈，黑唔讲你比拍的沉水在喊那好，以便于在当海欣赏当海老师错的给你。当然做得搞你。真见哈，我想佮录起来老师讲的发给转去，好好这个来弄。切磋研究一下哈，重要嘿，看到高管梦，好啦，入市还有高管梦，有冇？看一下结婚书，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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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他们要加油哦，继续加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欢迎 V 黑女子新北市卢秀春带来的平板，来看一下。See you.
哇，秀春姐姐你好，秀春姐好，你好你好，哎呦，我觉得啊，就客客家的诶，细阿妹出来吼，小巧娇小可爱，啊，等等一下，等等一下，哎呦，哎，麦克风很可爱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他今天哪个装扮吗？哪一个？他的指甲，指甲很拼酷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少女哎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马上用你做诶，这数字搞不也 set 指甲套个呀，哎呦，然后你还三副，真的一组的一系列，对啊，每次我都觉得说传统族诶，好了，比赛非常的隆重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。我是给我们客家人的面子。其实啦，吼，你刚刚用麦克风，你不用偷偷讲啊，用麦克风太假都有糖豆。来拢讲做的，等一下就讲出来，太假都糖豆。哎呀，太假都糖豆，唔怕啦。要我们暗定一下哦。好，来那个 C C 时间吼，嗯，讲某派的特殊。爱当都偏哦。我生病，我现在早上去很好。等一下升旗完了我就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说小时候哎，这个时间我们班好像也有这种同学，就是小时候体质比较不好啦，不能晒太阳，所以我没有读到书啊，我只走到毕业，我有毕业证书。真的哦，很棒啊。不过你刚刚从国外从国没懂练习，老师来你学过，我说学师啊。哦，很厉害哦。我来学师啊。哎呀。唔好，你哈懂都做得好啊！孙内这边做搞呐，这个网络很方便。头脑不好了啦，记不起来了啦。没有啦，我头脑也不好啊。头记不起来了，为什么要比头脑不好？现在讲东就忘西了。也是。今天好啦，总是有不同的方式练习。真的哈，给看好的好，也唔好，我们来汤老师有没有？你哈说四五岁在请教人家，嘴话在嘴巴里，你甜一点，人家就给你讲。对，有嘴有嘴就在摸。哎，来唐老师，好，谢谢，唱一个林正英先生，好可爱。啊，小春啊，你咪唱一下，人家嘴唇翘起啊，都冇打开来，冇打开来，哎，哈，咩，擘开来是要唔拉胎啦，唔拉胎啦，系啦，翘起咧发 V 发生嘅素材啊，嗬，冇亮凸啊，冇出来就系，哎，啦系啦，送出来。三個鐘都攞到我送出來未嚇？你喺一點嚇，個比如講間唱嘅咧，係屬於一種叫做按咯苦情味嘅唱腔嘅嗰種啦。就像你啊種嘅歌詞嚟講，老人嘅唱腔當有關係啦。唔加下唱腔係攞啲苦情味嘅腔調，嚇咩是那嚇？好上了来，是那姐啦。啊，佮种个唱腔就唔咩酸，唔咩当个死皮房个，诶，侬万一做寡戏个样，哎啦，我记得啊，因为挨了个唐道义个吼，诶，乡土个个古琴咪一弹出动心主啊，哈，好，希望你个电话，下礼拜那个有机会继续。哎呀，你记得讲啊是，还是讲是，但是我的嘴巴就咬不出来啊，咬不出来啊，啊，注意啊，啊，加油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哎呀，小红先生，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记得喽，陈水敢冲退这么。要二本先生来剧头啊！来看本书好吗？来来看一下本书。欢迎哈，老秀从这本书。你那么年轻，好厉害啊！唱山歌。因为我爸不相信我会唱。哦。所以爸爸有来吗？没有。哦，弟弟你报名吗？不知道。条条要来啊，所以你要过关才要让他知道，是不是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先对镜头，同爸爸讲，爸爸看多的时间，你同爸爸讲嘛来。我真的会唱山歌。掌声鼓励。来看本书好吗？好，来来看一下本书。欢迎哈，老秀从这本书。谢谢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恭喜！哎，不要，还没啦。好急哦。你看到高管的就想妈妈的事情，没有，都争一筹的，争一筹的。叫算的呀？唔系算，唔系算啊！哈，我讲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老师刚刚在谈，还有哎，练习再把它快点，上上出来。奶奶，你讲爱吃干。
推不出来。哦，推不出来，那就推不出来，那就因为我这个是第一找人推，帮你推一下，推。好了，不管用蛮劲，专心练习。希望下摆来时节，要改改尽量练练缺点，好，好冇？好，好了，谢谢。讲恭喜嘞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按奖，哎呦。沙来变身，沙来系来自苗栗嘅条款，陈元发带来嘅三个字，来弹一下。山歌流爱那苍岸，天爱流河南，身体天流空难，山河流河南。歌咏流四南野蛮，野河流左南，爱是九千流云南，不受流发哥你好，发哥好，勇于主持你好，发哥你好，发哥，谢谢。来，他头先的，来来来，嘿嘿嘿。哇，上辈谈讲你来六样没时间哦。哎，冇时间，冇冇事，一冇马咁耐，继续啊冇啦，跟人哋顺势咯，冇耐，唔会啦，见唔见咩来咧啊？做见面做来啊，鼓起勇气来参加，错错错，学客家歌，学传统山歌结交诶。有年浪了，年浪啊，对哦。啊，有咩母亲叫？母亲叫我家去唱歌嘅《问天兔》还是要当好。嗯，他会按我。我冇话系讲正经，我冇金曲歌后啦。我差点说金曲歌王。别这样。真的是吗？是不是很稳定？系啊，挺稳定。问天一年浪什么？一年浪做的唱到哎呀，这当厉害。嗯，好，一开始我们想的是学山歌咯。俺一个客家人啊吼，俺一个客家人讲个硬将精神啊，这个硬学精神啊，讲，所以我不学唱歌来讲，哎，他跟客家人唔敢唱客家歌，伊敢查查当，他敢唱河洛歌、粤语歌，因为太多主题。他个唐唔生啊，又想讲他个唐唔生啊，通客家歌哦，就冇人唱麦克风啊。他个唔好讲麦克风，唱得唔好。哦，又唔好用唱麦克风。唐唐啊讲，哎，客家歌咩千我唐嘅嘛，要我攞一下，啊面就会翘起来了。哎呀，哎，翘起来，翘到两边就闭塞哦，面皮蓬蓬咧。冇啦，唔会唔会。你阿照吹李航哦，太敢就讲，哎呦，跟上天师耶，发哥来。歌王歌王发哥。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评一下发哥。好，请台哥，今日从三个字哦，讲真经，你很强很多动好诶，谢谢。所以其实你从三个从到一号哦，就系讲，因为只建议啊，哈，就系我感觉你运动系习惯足正错，哈，唔过我感觉你系唔系就变成习惯性会温习，所以你特技哦，两扎时两扎时就会温一摆习，哈，我感觉你做得系老几，做得老几，起来下冲的，因为三个吼，唔但强系润面，还个很强，还个咬死，还有一家东西叫做欠上。好，你走得到上欠啊过去，所以你走得到你还起来下冲的上吼，欠到下冲的，安样躺起来诶，但润面的表现会很下焦。哈，你爱感觉你爱做得半夜下加分嘅位数，好，还有一家就系你嘅第三级，压好做。好，你唱到唱到，当个压好做，
吼，也好做，做了这事，是讲十个老吉创下顺的，爱上两首歌叫《为乡下好》，什么意？宋先生，哎呦，这个得到先生当好评价吼。先生无嫌啊。唔，爱做运气启动，起一脚啦。唱家小凤先生讲的，运通一下。有差有正常，我觉得是搞得够优良，吃多一点。继续看多的高管嘛哈，来可以哈，陈云发给分数。哎，恭喜哦！恭喜！哦，你阿姨，有咱们时间，有咱们茶当做台上冲山歌咯。做客家人的台上工作是较出名啊，哦，那个阿梅花，哈，阿梅花。能卖注重田，不忘注重人。哦，掌声鼓励，讲得多好啊！他问他，要请那个台柱捶一捶。千年万年，好好 ，OK， 这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阿发哥哈。哎，必须加油哈！你有看到我的表情吗？可以做成表情包。你放心，有人会做。好的。好，继续比赛，下来。继续是来自台北市吴丽云带来的平板。来，弹一下。来，我们三个一起做深呼吸，好吧？预备，气，吐气。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空气比较稀薄？这有吸走了是吗？哎呀，不要紧张啦！你那么年轻，好厉害哦，唱山歌。因为我爸不相信我会唱。哦，有一个证明。所以爸爸有来吗？没有。莫，给丁报名吗？不知道。条条要来啊？都不知道。所以你要过关才要让他知道，是不是？对。不用。先对镜头，让爸爸讲，爸爸看多的时间，你让爸爸讲嘛来。我真的会唱山歌。掌声鼓励。很好唱，很好唱诶！哎，郑云东很好唱，刚刚你这对 key 的时间啦，然后老师都给你鼓励，给你加油。因为都对不到牌，我那边已经第一拍下了，我还在唱第二句。跟你用不龙牙爸爸讲，不冲山歌。因为哦，现在还不能说。哦，老师说要过四关才可以报他的名字。糟糕，好，那都不要说，好，都不要，我们也都装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你今天一定要过关的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不然就报不了名字了。对，看能不能过关。评审老师应该蛮高，好了。下面卫生总先生。哎，忙提出建议前，我请问吴小姐，你客家人吗？阿黑，阿黑。黑，哦。可能把好罗庄拍大桥哈，多少个？老年到转世，年死到转世哈，搿种事诶，拗事啊，莫讲当准确，所以我希望伊加强联系哈。你过了三个钟头，
非常好啦，你去按后生哦，恁叫他连山公，也非常钦佩。还个我不人家给你，三个吃你挑三个，你是八家事。其中啦，你从八家来到个家哈，是两三千钞。三个了来爱呀，一直来，闹连闹来连呐、啊，就是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全部加在戏是老师，一条歌八只老师，我希望你还蛮专业些，这样俩只习惯，老师唔好来教落去，教落去些，跳入汤衣场，来，该三个结构美感全部冇得，希望加油，我相信你还蛮有当好心机。好，什么心机？我们来看，我讲过嘛，好，来看分数，看下五六个分数。哇！还有三百，你就做在公羊嘞。一定要讲，一定要加油哦！对，一定要坚持到那时候。龙先生讲的怪真够了，偷偷练习，不要让爸爸知道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是陪他看电视。有。希望他拜来的时间，还是要谈公讲一下爸爸的小秘密，好吗？好好好，做得好。恭喜恭喜哥哥，恭喜，谢谢。沙来一来之，行至是个王秀梅，带来了三个，来看一下哦。秋梅子终于出来了，我来好好来看你一下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安泰的美丽。两位哦，老公也来，姊妹也来，姊妹也来。第二摆未来哈，就每安尼个宝山的杨。杨宝玉理事长大力的推荐，他说我一定要出来。你在梳妆吗？我要用功法。右手可以放轻松。他喜放轻松。可以放下来。他有眉毛。撞痛多哎。撞痛。不要这样，他其实在学萧煌奇。就练一下的头气。因为杨宝玉理事长他就说我们一定要为客家。文化来宣传，来宣导啊，所以我很勇敢，义不容辞，很勇敢的把我老公也揪来，就一起来哈。啊，我也是以前有来过一次，就是第一次就
太紧张了，不会太紧张就不会听音乐就忘记，看到摄影机就忘了。对，歌手来就讲啊，必须做样东西，唱歌做样东西，来更多拜时间，做越来越好。我没讲，慢慢会习惯。系啦系啦，要歌管的时间，歌管的时间，做得够亲了。还有乜嘅事情要让保养？理事长讲嘅冇？诶，我今次保养理事长哈，对恩尼的都唱歌的朋友，他很支持，很乐意的支持我们，都鼓励我们呢。啊，来多利亚天使台哈，啊，给我们有机会，我有舞台来可以表现一下，可以演唱，可以抒发一下感情。哎呦，抒发一下。除了感谢恩尼保养理事长以外，你的天使安尼天宠龙牙肉公公，我爱你，你要不要？好了，可以直接跟老公讲，直接说一个点。老公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掌声鼓励，你看他多好啊！我们节目就是要这样子啊，传递爱与正能量。真的，你吃到你自家老人家老公，还有人家寂寞的马莎冲他好，又来了。先爱你，然后再挑拨，有没有？你觉得？都清后就因为牙老母冲他好了。哎呦，他比较老道嘛。我想说他比较老，吓我一跳。想说不是妹妹，这样他会高兴吗？因为我是上班的哈，啊，都好将退休哈，啊，以前是断断续续的有在学啦，现在就是停了很久，又在就出来，现在又在开始在学习啦，啊，因为退休了，哎，你喊他好，喊他都时间可以密集的练习，慢慢的练习，可以现在哦会比较不好，没关系，我会慢慢改进，没有不好啦，你那么好，我是说你老公也对你很好，因为我是说我唱的不好，老公好唔好，没几个讲我爽，要躺平整形象，要最重要，好来，等你修风形象，今日你修眉哈，如记者师哈，你本身讲。好丢黑毛，难怪吼！你看，杂茶爱杂两三片，就变到两三片，好两三片哈。三年无杂老料理，你知老料理，好老料理，老料理就唔错嘅哈。三年无看青果面，你知变到青果，诶，应该果二声扬声调，你知果变成这声音哈。三声嘛哈，青果唔错哈，咩样个？啊，果面含住哈 ，T C G， 一声骨节，唔使唱纯料理，纯料理，弹到就乖乖，好，个韵脚哈，安尼弹到，咪个韵哈，唱来就乖乖，好，下呢本机会，很你希望哈，国家加油，台湾哈，好，当哈一家有三个人来唱哈，在你闹眼大擂台来讲，系传为美谈哈，加油哦，什么欣赏啦，哎，跟秀字批眼啊，秀字辈，秀字辈不一样哦，相挺一下，两个加在一起就是秀秀。笑一笑，好了，看分数了。嗯，可以哈，放小妹的分数。哇，恭喜恭喜呢！哦，都过关嘞。哎呀，很棒。三傻一波卡三傻，等下要去庆祝吗？哎，庆功宴，庆功宴，后面还有很长的路。对对对。啊，希望三好了，好好了，比赛好好，准批股票，好吗？好。但是庆功宴还是要。好了，恭喜。好，恭喜恭喜。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哇。接接快，哎，搭十礼拜看人节目，看节目之外，想要来唱歌唱几条哈，几副好唱歌的朋友，做一打你的保养专线，零九六六六七零零六零，还有你的传真电话，零一一七七七八一三一。哎，什么太个舒克，哎，感谢 CV 新贵评审欣赏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还有呢？好，还有什么？各位参赛者继续加油哦，加油哦！还有小天老师，小天老师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我们最辛苦的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什么泰哥，什么泰哥，继续出快，闹热大舞台，闹热空下来，耶，拜拜。Thank you.
江过海风，老酸梅送一缕香，十九一生当你看酸，流中流对夜浓夜沉，是在你左是梦。